觉得郭哥最棒的是他今天还是从台南上来，对啊，对，所以看到他就给我们真的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力量，很赞。你看饭店多好，哇，小郭，现在，明天先发，等一下，完全做自己，因为我们是全明星嘛，总要给他们一个明星赛的待遇嘛，所以第一天又刚好在桃园嘛，所以我想说让大家不要早上这么累。提早先来饭店休息，所以我们把一整层就包下来，希望我们明天可以拿到 MVP， 然后三连胜，好不好？啊，如果输的话，我会跟他们收取房费。不是我们领队吗？怎么把我们烧成这样？来了，好球！对，好球啦！对对，这里这里，我们不录，来对来对来对，这里这里不录。打上去啊！对啊，可是我不知道谁来了。所以很赞，你看饭店多好。哇，小哥，现在，明天先发。等一下。完全做自己。哇，做自己好啊，为什么不好？真的很舒服，真的很感谢，很舒服啊，很舒服。那明天加油啊！好，想的，好，放松，没事的，来跟你打个招呼而已。好，我们想说关心你到了没有？谢谢谢谢，好，放松，记得吃饭。好，谢谢郭哥。想一想，有点舒服。正常发挥，再发挥我们的热情。一样提醒大家一个点哦，比赛中你们如果第一周因为这一在拍或干嘛太兴奋。记得收集一些，好，好吧，因为很多东西是我们控制的，可能那个最近你会主观的对方，所以在场上一定要注意对方，就是在场上这样子一些讲一下，好，如果他遇到什么，因为我们是全明星嘛，总要给他们一个明星赛的待遇嘛，所以第一天又刚好在桃园嘛，所以我想说让大家不要早上这么累。提早先来饭店休息，所以我们把一整层就包下来，希望我们明天可以拿到 MVP， 然后三连胜，好不好？啊，如果输的话，我会跟他们收取房费，就这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